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致远书香，我是宁夕，喜欢请您关注我，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致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临江仙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大家都不陌生，它是明代文学大家杨慎创作的一首词，因为被三国演义作为开篇词，三国演义电视剧也用这首词创作了主题曲，知名度很高。这是一首咏史词，借叙述历史